外其实我人还搁伫内底时阵，有看到新闻的记事，讲咱迄当时阿扁啊做总统第一任的行政院院长唐辉，伊尾啊有写着回忆录。伫回忆录内底来讲到，为啥物伊行政院院长搭做四个外月，遐尼底倒来离开，是因为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乃仁甲新潮流有寡人对于反对台独这个意识形态，甲民进党无共款，所以呢，要求阿扁啊将伊爱换掉。啊，实际上，这可能是咱唐辉院长听唔到也好，误会也好，这唔是事实。真正的理由当然嘛，甲健康无关系。因为咱唐院长伫阿扁啊2000年来啊，伊任命做行政院院长了后，伊的身体一时有寡停顿，不得不来进行一个大手术。但是因为伊的恢复真紧，嘛无影响到这个就职。当然呢，对着伊身体的关系，伊来骨力改向总统来提出辞呈，但是我拢总无答应。我一再爱挽留，那如果身体还可以康健，我相信呢，应该做院长绝对100%无问题就对，阿扁也有信心。所以呢，健康的问题一届过一届，不管是书面的也好，口头的也好，阿扁啊拢总无接受。所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理由。当然对我为着要讲较好听的，为着要做一个交代，所以咱以唐辉院长因为健康的关系向总统来这个请求会当离开，阿扁啊来批准，这是迄当时对我的讲法。但实际上真正的理由，这是甲福林市场的停建有关系。那如果阿扁啊无啊伊批准啊，这个经唐辉院长的辞职，有可能会发生到非常大的一个宪政危机、政治的风波。因为我知影，咱唐辉院长准备要带行政院议会以议长的身份主动提案，要来削减这个福林市场。因为咱唐院长伊也非常的清楚，伫阿扁啊做总统了后，迄当时民进党的党主席林义雄先生，伊啥物官伊都无爱做，伊只有一点来向阿扁啊提出要求，就是爱停建佛寺。啊，你想讲咱主席有这款的交代，伊有这款的要求，当然唔敢讲这是一个压力，但是既然有安尼讲，我未使无面对。但是是毋是呢？爱听见核市场，这嘛得爱来重新评估。已经起来啊，预算啊已经编啊，嘛未使讲啊法庭就停。所以伫2000年啊，变啊来任命啊，这个经济部部长林信义的时阵，迄当时就特别交代，有关福林市场准费是毋是爱停建，或者是爱削减，应该爱重新评估。所以呢，咱林信义部长伊就来伫经济部成立一个呢，有正面的意见，加反对的意见。加一个学者专家、中央甲地方政府的官员，或者是代表，所组成的一个再评估的委员会。
啊，所以伫这个在苹果的小组内底，经过安尼三四个月的开会讨论，最后啊，差不多有一个安尼建议，就是讲台湾咱唔免烦恼，未欠电，咱也未停电，咱嘛未限电，因为咱的电还佫有够，咱的电。实际上，那如果搁进一步来阿姨调整，就是讲修改矿业化、诶电业化，会当予咱的电源啊，会当多元。那假使讲这个电源会当多元，会发电的时阵，咱也不一定完全爱来靠这个核能市场，非建不可安尼。啊，当然，迄当时嘛咧讲，就是讲啊，即、这个南电北送伫中寮遐呢，咱来做好迄个输配电的即、这个啊工程。那安尼，咱嘛免去烦恼讲啊北部会无够电就对。啊，所以呢，真侪考虑啊，甚至迄当时嘛，看到讲啊，规个台湾的经济发展嘛，真侪工商界呢啊，即、这个外移，甚至啊去中国。大陆来咧投资，所以呢，伫工商的这个用电方面，嘛唔是讲咱安尼未砍一得着，吼、哦，所以呢，电绝对有够用，但是无多人解决的代事，就是这个安全的问题，就是讲福林啊，这个发电伊个安全的问题，当然所谓安全问题，就是讲因为这个核废料。这个终极处理一直无答案，无解得着。啊，要放在对一页，你讲有关放伫这个呢？啊，这个南苏的这个已经啊核电的迄个终极处理的迄个核废料。啊，你想讲一趟过一趟，啊遐连这放伫遐啊，差不多咧新鲜啊。啊！人答应讲二十年要刷走，到即卖嘛还阁无在掉，所以啊，迄是个安尼，唔是高阶诶，即个核废料，迄是低阶呢。高阶是个咱就地啊储存，拢总是不定时的炸弹啊。所以即个物件，核废料的终极处理要放大对一件，咱难事的代志都无法度人处理。啊，你讲其他呢？要放在深山拿来，放在对一页，反对到对一页；要放在离岛，要放在对一页，嘛是反对到对一页。所以大家需要电，但是有关核电的核废料的终极处理，大家都不要。啊，这个时阵要安怎？你讲啊无，运气中国，运气北韩，运气美国，敢讲遐尼简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咱嘛无爱得着。所以伫遮诶，即个中间，咱要安怎？当然，咱得爱用心计较来做一个再评估。所以结论就是讲，福林市场会使卖停建，所以我们停建合适。做即款诶决议，要来向行政院啊来提出报告。啊，当然，伫迄个时空背景，一定会通过来停建核四。但是，甲国民党背景的唐威院长，因的想法是完全无同的，所以伊是反对停建，所以伊无希望讲这个停建的建议来提出议会，伊做主席来通过。所以，伊来先下手为强。所以准备要提前啊，发难就对。所以阿扁啊，会使无处理吗？所以我嘛是足不得已的。但是迄当时咱有算过，迄当时打安尼弹弓也无偌久，所以呢1600亿的预算，真侪即个基础拢总还阁是新的，还阁会当卖，卖还阁有钱。啊，当然，咱人听见核事，所以呢有违约的问题，咱得按赔偿。所以当时咱嘛算过讲，那如果这个基础
新呢，咱还袂用过，咱若如果阿伊卖掉，咱过来赔，还阁有够。这就是迄当时的考虑，但是讲较简单，咱真正安尼做了后，发生啥物代志？总统爱互罢免，行政院长赵俊雄伊来宣布停建核四，伊爱互人送去监察院，要提出弹劾。这就是迄当时的政经的背景。你想讲要罢免一个里长，罢免一个村长，罢免一个代表乡长，等下等伊就职一年以后，结果阿扁啊，2005年就职，10月人就要提出罢免，五个月，为了一个公共政策意见无同，安尼尔尔，在阿党要罢免阿扁啊总统，所以这是做严肃的代志。啊，当然，迄当时好加在陈明文立委伊撤迁，所以伫立法院无到1/3，就无法度人推动罢免总统的这个政治的大工程。啊，尾啊，话讲啊，是安怎无代无志，讲停建尾啊，搁复建，讲我阿扁啊总统，阿扁啊政府出尔反尔，为难嘛无谅解。但是你嘛知影讲，迄当时这个案尾啊要怎解决？行政院送去大法官来解说，520号大法官解说，伫过年2001年的正月15出炉。意思是讲，伫解说文难过，讲行政部门无唔对，你会使停建核四，你有迄个决策权。但是因为这牵涉到预算已经通过啊，1600亿的预算已经通过啊。你这摆无要起，啊，就是等于停止预算的执行。啊，这无论安怎，你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你得爱向行政院、向立法院来报告。行政院要向立法院来报告，经过同意了，你才会使安尼做。啊，那如果立法院无要同意的话，免怎？但我解释讲，希望恁得爱透过宪政的途径，恁去协商。啊，若是讲协商未好势的时阵，那只有得爱照立法院的决议来执行。所以无外久，立法院决议啥？决议讲，佛陵寺场爱继续兴建。所以唔是阿扁啊，唔是阿扁啊，政府出尔反尔，是因为台湾官解释了后，表也讲未好势。立法院甲行政部门，大家讲袂好势，所以立法院佫进一步啊，你决议讲袂使停建，爱续建，所以咱在尊重立法院的决议，所以是安尼来的，唔是我安尼，发停就停，发复建就佫复建，唔是安尼。但是阿扁也知影，伫我的任内，我讲，伫我的任内绝对起袂好。和你讲企业好，我绝对无可能要将燃料棒阿哩插落来上传。完全，我要来落实我的停建核四厂的一个迄当时的政见也好，包括咱的林义雄主席伊的要求也好，我绝对贯彻。但是代价真大，代价真大。不过我嘛真欢喜，迄是2000年。10月的大事，到2014年的4月，迄当时嘛是林义雄主席，伊来绝食，用伊的生命要来诉求，佛陵寺场一定得爱停建。尾啊，马政府伊嘛来尿布，虽然唔是讲停建，是封存，封存，但是封存啊，差不多接近。啊，这个停建，但是只要无停建，你封存有一间买当解封，当然爱开足济钱。解封了后嘛是会当阁插入这个已经燃料棒，啊，照常会当继续生存。所以这个问题虽然讲已经有一个结论，吼、哦，阿咱嘛正安慰，但是阿无讲100%彻底解决。不过，话讲了转来，
这是2014年的代志。南马政府、国民党政府迄当时反对停建的，伊尾啊嘛不得不把它封存，这就是民意，这就是时代的潮流。啊，你讲2054年的前14年，就是2000年，阿扁啊，甲阿扁啊政府，咱张俊雄院长的内阁。看付出多少的代价，啊，个上界严重的，就是讲我安尼呢，付出一个院长的代价。无只咱的唐威院长，伊袂讲做4个月，一定会个做更加久。对咱政府，对阿扁啊总统的帮衬绝对更加大。所以。佛寺庙的停建，有这么一个故事，供我大家做参考。